刚才那首歌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挣扎，因为我们的指挥 Mr. Philip 非常喜欢，但是所有的同学都非常讨厌，因为实在是太难唱了，充满了不和谐的音程，然后呢大喊大叫，实在是不知道在唱什么。但是经过了 Philip 的坚持呢，如果你觉得他们唱得很好，请给他们一个掌声。这让我们同学学会了一课，就是咬紧牙关坚持到底，然后再多走一步就会得到掌声。接下来的这首歌，我为什么要先上来讲话呢？因为我必须承认是我特别要求他们唱的，因为它将要开启一个奇妙的故事。我非常喜欢这首歌，而这首歌极有意义，在圣诞节的时候，让我们把这首曲子当作上半场的 encore 曲，欢迎他们唱《如同牧人》这首好听的音乐。